哦，就问你阿座赵天子先生呢？更早哦，更早，比阿座更较早。诶、欸，哦，哦，这官比阿座更较早。阿座同治五年，国父诞生那一年，更早，咸丰年间就出生了。叶瑞熙先生，清朝咸丰年间就出生了。同治年间就考进才，考上进秀才，考上秀才。还有刀人呢。先后有追先的书呢，前期书院的书。这是一卷画呢，前期书画，先后的这里先的一卷画，八角龙，八角连水八角龙。